翻咗去国里边跑，因为今晚喺英国咧就跑啲胶沙场啦，几个啊？啊！呢场跑1400咪要跑到三级赛啊！法国马多维尔啲马名唔识嘅，识 number 啫，我话。赢过呢一本路程嘅咧，得三只马嘅啫，就系2号、4号、9号。2号、4号成绩都好好嘅，即系好相似啊！呢个二号咧就跑一次赢一次嘅1400米，咁但系佢成季嘅成绩咧非常之好啊，跑4个第一、1个第二、2个第三、0次落第咁啊，即系跑亲都有位置派彩嘅咁样啊！咁就四号马都系啊，四号马就叫巴米高骑嘅，叫做志不灭。Never dies 啊，幾好啊！啫，啱我啲長者啊，真係幾好意頭啊！咁佢就跑兩次呢個路程啊，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二，即係100%入 Q， 50% win 出咁樣啊，都好好啊，真係啊！咁佢今年就跑咗兩次啫，跑咗兩次就一個第一，一個第二咁樣啊。咁啊，另外一隻咧馬女嚟噶，馬女咧就九號叫以利姿態。咁佢就跑過兩次，兩次都贏嘅，連贏兩次1400。咁但係咧就你相信大家都係兩歲嘅時候，黐馬跑唔跑贏到啲馬公咧？嚇、啊，馬女跑馬公啦。呢一場係平榜嘅，嚇、啊、係平榜嘅。咁就馬公咧，紅馬就126磅。馬女就122磅，即係受讓讓4磅咁樣嚇，咁咧就二號、四號同九號係成績比較好嘅嚇、啊。另外有一隻有隻冷門馬咧，叫同發師喎。呢只同發師咧，今年跑過兩次，今年跑兩次咧就一個第一，一個第三，零次落地又係啊。咁但係佢未跑過1400嘅，個上漲啊跑1200。啊，咁樣就呢只係，我覺得係有啲冷門機會啦，有待分曉咧，又係初跑呢個路程，佢都係贏過一個1200，一次1200跑第四咁樣，成績就冇呢個三號仔咁好啊。我揀一隻馬買，我買巴米高，我買巴米高點解咧？即係話我睇電視咧，有一場馬咧，佢即係對上嗰場跑咧，佢係可以贏四個馬位嘅。佢就未有評分嘅話，評分最高嘅咧就係一號、二號，跟住就係六號、一號、二號、六號。一號係98，二號98，六號咧就96。咁有三隻馬咧就未有評分嘅，就係三號、四號、十號啊！呢啲馬就係即係隨時可以上嚟挑戰你噶啦。咁我揀四號呢只馬未有評分嘅巴米高騎，我中意呢個巴米高咧。上次我睇佢嗰只叫做萬寧竹啊，我中咗9.9倍啊！上八號嗰日啊，咁我就好捧埋你場先。嗱呢只馬好特別嘅一隻馬嚇，法國賠率夾晚係4.0，紅色大熱門嘅，咁就香港夾晚就5.8。咁啊啲主持都揀二號、三號、四號、五號，冇要馬女啊，全部要新馬公佢哋。咁我就四號，就如果要拖咧就。正路又拖二號，最強16，博少少冷門又拖九號，拖只馬女，因為馬女咧都係跑兩次贏兩次啊嘛，我揀一隻馬就揀四號仔，睇下佢點跑。8:00啊，遲咗兩分鐘。係啦，咁啊，法國都好興噶啦，一兩分鐘就慣例噶啦，差唔多係。啊，你睇法國都重啟經濟啦，你睇下法國都有新政嘅喎，你睇人哋都開放嚟玩啦，唔好理你咁多啦，係咪啊？我哋都清零咗咁多幾十日啦，仲係要戴口罩啊，咁仲要真係你睇人哋全部出嚟曬太陽啊，睇賽馬。最強164.5倍第三。哇！當地原來四號係大熱門嚟嘅喎。咁啊，二號就好似抵買啲啊！如果喺當地啊，因為兩隻馬都係100%有位置派彩嘅呢個1400路程，反而只九號仔馬女咧就真係即係
冷落啲啊，17倍。但系呢只马九号仔佢系都系跑两次赢两次噶，吓、啊、我成日见到啲女仔恰啲男仔噶，即系小学生啊，所以我估呢个九号仔都唔系话马女输晒，我觉得佢都有啲冷门机会。匹入咗。行紧过去，仲有啲畅行水道，最强16亦入埋，抌大只温润美酒，头场赛事爆天锦标啊！1400嘅直路赛，抌埋只志不灭，亦入埋，头场赛事全部入晒闸啦，随时预备起步。一开闸嘅时候都平排出闸噶，前面比较快啲啦，见到就有待分晓噶。拍住佢以嚟姿态都慢慢拖翻住啊，咁啊贴住外栏呢边咧平权员嚟嘅，中间上咗嚟咧咁啊见到就系最强16啦，跟住佢后边就系匹冠丽光华，夹住中间白色白帽就志不灭嚟噶，喺晒后边嗰三匹马啦。嗰只四号仔跑得唔系几好啊，你睇佢扯到个头揈下揈下嘅，只浅色帽而家缩咗落去后边，而家又想上翻嚟。使唔使咁扯啊？阿巴米高先生，姿态啦，外档咧嗰匹就是平权院嚟噶，跟住佢后边咧就系呢个畅行水道啊。内栏方面就冠呢个真系冠丽光华咧就绿色衫粉红间条帽嗰只啦，喺晒后边嗰三匹马志不灭啦、同发师啦同埋殿后嗰匹咧就温润美酒嚟噶，跑过600米啦，前边比较快啲，依然系不有待分晓啊。拍住佢内档上嚟就最强16啦，中间骑紧啊以嚟姿态啊，大外档上紧嚟就变咗就畅行水道，跟住佢后边就温润美酒，内栏方面就同发师噶，中间最强16骑落去反应就冇埋马不同一地嘅啫，前边比较快啲啦，有待分晓，仲系占先啲。上紧嚟就畅行水道啦，入边就最强16同埋同发师啊，打紧边咧仲系只温润美酒，最后200米多啲啦，前边占先多啲，仲系有待分晓啊，有啲内线嘅畅行水道守住第三位同发师，接近终点之际有待分晓啊，似乎咧就可以顶得住嘅，有待分晓畅行水道啊。跑第三好啦，我系有啲唔满意啊，巴米高嗰只马唔知系咪唔识跑定点咧？吓、啊？有待分晓咩战绩啊，六号仔有待分晓，跑过前次第一，上次第四，嗰只巴米高咧，你而家过紧画面见到嗰只咧，外边嗰只白色帽嗰只啊，佢沿途都唔知点跑嘅，真系扯到只马，扯到个头啊，恶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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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样，你做咩啫？强十六好失望添啊，跟下佢冇咗喺最后末段咯。嗱，佢系自己褪嘅，唔知点解啦。畅行水道走翻个靓跑线就即系 OK 翻。第一尾就摆咗个头咯。系啊，个头都冇直过，一路呢一步二号都滴住佢啊。但佢细就佢强啊。好啦，一场早段斗慢，咁后边就唔系太多改变到名次嘅赛事啊，咁结果咧有待分晓，包志乐先赢头场嘅包添锦标，睇重播。一开闸嘅时候都平排出闸噶，前面比较快。你睇住呢只巴米高啦，就个头个马头喺度揈下揈下咁样向上恶，你系明明系即系叫做人马角力咁样嘅。你睇下个头啊！九隻馬跑，個頭揈得最緊要就係呢個巴米高，仲扯到佢最後。你睇佢呢個頭，唉、哎，真係我話俾你聽邊只啊？呢只。水道啊，內欄方面就冠嗰只叫冠麗光華咧，就綠色衫粉紅間條帽嗰只啦，喺曬後邊嗰三匹馬志不滅啦、同發師啦同埋殿後嗰匹咧就温潤美酒嚟噶，跑過600米啦，前邊比較快啲，依然係匹有待分曉啊，拍住佢內檔上嚟咧最強。高喺四隻馬後邊啦，好啦，而家望空啦，個馬頭歪嘅，哇！今日呢個巴米高好似咩事啊？温润美酒，最后200米多啲啦，前边占先多啲，仲系有待分晓啊！有啲内线嘅畅行水道守住第三位同发师，接近终点之际，有待分晓啊！似乎咧就可以顶得住嘅，有待分晓畅行水道啊！跑第三名咧就同发师，第四名要影。
嗰兩隻英國馬跑